我的兴趣爱好是看用中文字幕看日本动漫。我在YouTube 上看一些中文视频。我告诉你我怎么用中文看动漫。我在哔哩哔哩看。我会介绍我喜欢的动漫给你。喜欢看动漫，千与千寻，精灵宝可梦。 从离开时的英语学术会，参学的束缚，心有呼喊，亲音校友，人家的问问，吹响上低音号，偶像大师。 岁月秀丽的欢迎，魔法少女小圆。